所以赛前几天有说很关键吗？赛前其实赛前的每一天都很关键，每一天都很關鍵，只不过赛前几天就是要比较注意一些可能小细节的部分。所以像是赛前，你每天都还是会维持训练量這樣？其实到赛前三天到两天的时间，其实基本上已经不会训练，不会训练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可能开始已经赛前大概一个礼拜，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是不摄取碳水或摄取很低的碳水，嗯，那那个阶段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里面的肝糖，去做消耗的部分。那消耗完之后呢，我们到赛前两三天的时候再去做补充的时候，我们的肌肉会膨胀的比原本的状态还要大，嗯，所以那时候膨胀完之后再上台，它的视觉效果会是最好的。哦，所以其他也是一个在上台的瞬间，就是有点类似花朵绽放那样子。对对对，然后等于说是完了之后，可能比赛完之后，可能过三天，可能那个反而状态是很就是不太行。但是因为不会天天比赛嘛，所以你就可以再慢慢酝酿、再准备，对对对，然后等下一次的比赛。对对对。所以你说这个赛前有一段时间会饮食有不同嘛？就什么断水断钠还是什么的？断水断钠现在比较少，比较少人会这样做了。对，而且那个也不太效果也不太好。对，那我会说，那什么样效果好？就赛前的饮食上有什么？什么样效果好？很简单，就是热量赤字，然后蛋白质充足，训练量充足，你把体脂肪降到我们比赛的规格的体脂肪，然后你再好好把你的动作练好，然后上台，这就是最好的比赛的一个节奏。所以你说是热量赤，是说要稍微吃不饱的意思。哎，对对对对。那大概要多长的时间啊？看因人而异。有的人体脂肪可能赛前啊，他可能比较高，他就要花比较长时间减。那像我平常我常规没有在备赛阶段，其实就维持大概 10% 上面大概1-2% 这样的，就顶多11-12%这样子，这区间。所以说基本上我要下修到可能 10% 以下。那可能到5-6%其实不难，所以说其实我花的时间大概就两个月左右，对啊，因人而异。两个月其实也不短，就是，但是其实以健美这个比赛来讲的话，两个月其实算中间值。对啊，那我会说，如果你一年要参加三场，等于半年都在挨饿，但是你有半年都是吃得很爽哦。所以你是说比完之后，假如暂时没比赛，就可以随便爽吃？爽吃，但是有个大原则，就是你在爽吃的过程中啊，你蛋白质一定要足量，一定要充足，不然你就是你那些养分进来啊，热量多的时候，它就会长脂肪。哦，那我们希望是除了长脂肪之外，你热量有盈余的时候。长脂肪是无可避免的，对。但我们希望不止长脂肪，我们还要长到肌肉。嗯，对啊。那像碳水化合物，就亚洲人碳水化合物饮食嘛，那碳水化合物是不赚不赔，还是说碳水化合物也有问题？我是说在那个可以大吃的期间。大吃的期间哦，就是它有一个区间呐，就是你吃到一定程度就好了。对对，不要吃到说你今天已经。热量吃进已经超多，然后你还吃这么多，碳水就不太好。总体而言就是，你不要吃你身体不需要的热量那么多，就不会有事情。对，这很简单。那平常像是就是，所以你们在那个比较休赛期的话，那还是会以这个蛋白质，就比如说排餐之类为主要的这个就选择吗？就是如果说你。没有预算上面的考量的话，他那种排餐是最好的选择，哦，因为好吃又有很多蛋白质嘛，又有蛋白质。但你也知道牛排没那么便宜，很贵，在台湾，因为在台湾贵啊。那美国那个是反而比那个去中餐馆还便宜嘛？我不确定啊，去中餐馆可能你如果都吃餐厅的话，餐厅本来就不便宜的，只不过你自己料理的话，牛排也是不会便宜到哪里。当然是最便宜还是鸡肉嘛，鸡胸肉那些，鸡胸肉算是最廉价的这种。健美餐或蛋白质餐的来源，对，性价比最高，性价比最高，对啊对啊，就如果大家比较想省钱，大家就都吃鸡胸肉，效益最大，对，哦，大概是。那通常备赛期间，就是你的那个
作息或什么的，就是会怎么安排？因为其实我还是有在教课嘛，对，也不可能完全不教课，所以其实有时候课排的比较晚的时候，就是也只能。也没有办法早睡嘛，哦、所以基本上就是尽量你如果晚睡，那就是尽量晚起、嗯。可是如果说今天你隔天还是有早上课啊，那你也没办法晚起，你总不能为了睡饱一点把课取消嘛。所以基本上就是就算早起啊，我来到公司之后，我只要有时间有空档，就待会可能我也会稍微吃完饭之后稍微眯一下，哦、找时间去睡觉，找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恢复，因为这很重要。其实你如果说。睡眠不足吧，或者说恢复的状态不好啊，其实你不止肌肉长肌肉效果不好，减脂效果不好，还有一点就是你训练效果也不好，对，然后甚至你的情绪也受到影响，你这个影响其实蛮大的。可是那有时候赛前会不会有压力啊？什么叫睡不着啊之类的？我觉得压力的有一个很好的方式，像你，就我所知，你念台大的，你应该很擅长念书吧？对，所以你念书的时候应该不会想睡觉吧？是，但因为我不是台大的，也不是因为我不是台大的，所以我不擅长念书，就是我本来就看书就很容易看一看就睡，就很有睡意。所以通常我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跑起来看个书啊，然后翻个数学讲义啊，对，然后就就睡意。这种功能，对对对，高中的数学课本，对对，拿出来看一下，认真的算一下，你就发现，好想睡觉哦。